有的时候外领导因为都没有搜救的任务，那因为有的时候不是搜救的，那本年度没有搜救的任务，但是。谢谢总统。建立到现在已经大概是18年前。那我们130号是副驾驶，然后这位置是机械官，然后我们左右后方还有。然后总统现在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场景设定，我们设定的是在一个外岛的。好，下一张。好，谢谢。下一张。好，谢总统。好，谢总统。是今日警戒空运机械官简威任席的上级长官指导下顺利完成，主要负责制定飞行计划、战术导航计。10月6号。他也向我详细结束了 C-13 栋运输机降落任务的模拟，看到大家训练都非常的扎实，非常值得肯定。最近大家在国防部的专题拍摄中，不断是从 E-2K 空中预警机的急速下降， P-3C 的反潜机模拟投掷鱼雷，或者是 C-13 栋运输机的超低空冲场，以及编队在跑道上进行大象漫步的画面，刚才真的看到了，都让许多媒体记者叹为观止。我们的空军官兵展现出来的本事，确实让国人有足够的信心，能够为国家的安全构筑一道红墙铁壁的屏障。那我相信全体国人都有看到各位的付出和努力的表现，相信我们中华民国的国军是一支战时能作战、平时能救灾的钢铁劲旅。但是我也要告诉各位，信赖的提升需要累积，尤其是当国人面对中共的文攻武赫以及有心人士的操作，我们更要拿出坚实的表现，展现出我们国土主权寸土不让、民主自由坚守不退的信念，让不实的言论不攻自破。那么最近因为中秋连假刚过，紧接而来的是我们的国庆连假，借这个机会我要代表国人感谢各位的付出，因为有大家的坚守岗位守护国家，我们的国人才能够安心的放假，等一下大家吃饱一点才有力气为我们继续捍卫领空。谢谢大家。